王刚与现任妻子郑燕东2005年初相识于网络，后两人逐渐由网上的网友发展为生活中的恋人。起初郑燕东的父母并不同意女儿与王刚交往，因为郑燕东未婚，而王刚曾有过两次婚事，两人的年龄也有20岁的差距。不过王刚并没有放弃这段姻缘，王刚尽量创造一些与准岳父岳母相处的机会，这样一来郑家父母最终认可了王刚。2006年11月8日两人低调结婚。2008年8月25日，郑燕东在北京某医院为王刚剖腹产下重达4.3公斤的儿子，取乳名丁丁。花甲之年得子，王刚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，高兴之余写了一副戊子偏得子，花甲一轮回的对联以示纪念。来看一组郑燕东老师的近照，拉提琴的他看起来很有气质。郑燕东，解放军艺术学院西洋器乐教研室主任、副教授，主教大提琴。17岁就在全国艺术院校第一届青少年大提琴演奏比赛中获得1等奖。